各位乡亲，屏东分局重磅邀请180,000粉丝追踪美食达人倪莉。大家好，我是倪莉，今天很开心跟那个屏东分局来做反诈骗的合作。那现在的诈骗越来越猖獗啊，像只收到简讯啊，或者收到一些中奖通知，那我就尽量不要点。那如果点了，遇到这种状况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打165反诈骗咨询，或者是打110办报。